你要出去了？我上面人家讲那味道好死呀！你个白龙鬼哈！还没说完呢。前两天看微信去了，前两天看微信，很跳波嘞。你别出去了，还没搞回来。我聊可以聊点点头。哎呀，老板娘，今天去真水了，今天又去那里又去爬山了，太好了了，今天那水，你一天。摸起比较脏啊，摸起比较跌滚啊，那跌滚摸起比较没滚。我那个别开呀，我是牛皮呀。我了，你这也了。